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黄金的挑战、自由挑战、飞色的挑战、自由挑战、新种铁道折死小鸟队对方更新完结活动攻略、黄金的挑战、飞色的挑战、刺龙的挑战、湛蓝的挑战、最终的挑战、自由挑战、新种铁入 2.3。那我们先完成最终值挑战，那在左上方有些换人剧情挑战和自由挑战，那我们现在是自由挑战黄金的挑战来开始。好，这边第二排第三个这个猕猴桃来跟左边这个换一下。往这边第三排第三个猕猴桃跟左边换一下。往后来第一排第二个草莓往下面换一下。第四排第五个这个猕猴桃往右边。然后第三排第四个这个桃子往左边转一下。这边出现一个一个金色的星。还没消完吗？消完了，这两个彩色的上下互换。好的，然后第一排第五个这个香蕉往下面拽。好的，让我们右下角的这个彩色的这个星跟上边的猕猴桃换一下。然后第三排第三个这个猕猴桃往下面拽，然后这边两个彩色的星互换一下。要这边一回合搞定，这边自由挑战第二关粉色的挑战开始。要这边蓝第三排第六个这个蓝莓来往右边挪一下。好的，然后第三排第三个这个彩色的来往右边挪一下，两互换。然后把右边这两个彩色的上下互换。好的，然后左下角这个彩色跟右边互换。然后第五排最右边这个香蕉来往左边挪一下，然后第六排第三个这个彩色的往下面挪，然后第六排最右边这个彩色的来往下边挪，然后最右下角这个彩色的来往左边挪，然后最右下角这个彩色来继续往左边挪，然后左下角的一个彩色来往右边挪。还剩九滴血。还剩九滴血。第二排第六个这个蓝莓往右边挪，然后第四排最后这一个蓝莓往上面挪，然后第四排第六个这个草莓往上面挪，然后这个彩色的往下面挪，然后第二排第六个这个猕猴桃往左边挪，第三排第五个这个香蕉往左边挪，第二排第三个这边这个蓝莓往右边挪，然后第四排第五个蓝莓往下面挪。啊，这边出现一个彩色，蓝色的往下面挪，跟香蕉互换。然后第四排第六个蓝莓往右边挪，然后第四排第四个香蕉往左边挪。
把这两个彩色互换。然后我们下边左下方又出现两个彩色，互换一下。然后第五排第四个名人猴卡，我现在这样的嘴然后说等下换。好了。